行くぞ。かわいい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千万不能暴露目标。就是天塌下来，你得像石头那样给我埋在草里，静静等候石原进入你的射程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天崩地裂、生死存亡，你得服从命令，完成任务。報告します。魚隊長からで、ディンファイルは安全とのことです。敵の気配はありません。前進していいとのことです。そうだ。監視を続け、将軍を待ってます。乗れ。媳妇儿，こいつは何者だ？就在你最孤独、最难熬的时候，你心里要坚信，石原肯定会来。将軍、坂田隊長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。坂田隊長が攻撃を受けました。
諸君、報告です。一人の新進軍発見しました。隊長です。うん、どこから来た新進軍だ。来たのはなぜ一人なんだ。君たちはどうして奴が隊長だと分かるんだ。坂田。はい。貴様民家に駆け込んでいったな。貴様の性欲が湧き上がってきたか。私すみません。
顺肉在部队上呢，顺肉是排长，打死七十多个鬼子。走开，我兄弟一会儿来接我。家顺肉可威风了，起高头大马，骑赤虎马来接我。一会儿我兄弟就来。姐，你干了我！姐，我兄弟，姐，你干了我！姐，你干了我！我顺了。你看我，家顺一会儿骑大马的来接我。老子把那鬼我杀了他！老大哥。打鬼子还会写字呢，新四军排，哎，那不后面还有五个字吗？这后边五个字是我的大名，我大名叫陈二雷，小名叫顺溜。你不就叫顺溜吗？啥时候叫个陈二雷了？姐，陈二雷是我的官名，我再根据你的名气可大了。你是姐的兄弟，又不是他司令员的兄弟。再者说了，这名是爹给你起的，你到死都不能改。你不叫陈二雷，你就叫顺溜。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。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。もしもし、石原将軍撃たれました。軍医を、早く軍医を呼んでください。将軍、将軍、将軍。どうした？誰が？軍医が出てきてくれ。下げた。軍医が出てきてくれ。どうした？将軍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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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っかりして。将軍、将軍。将軍、将軍。おい、直してくれよ。将軍、軍医、軍医、軍医、おい、軍医、立てが出れろ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呼吸に持ち込み。桜、桜の木の下に。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でくれ。言わないで。将軍、将軍、しっかりして。司令员、司令员。二雷回来了啊！二雷回来了，二雷回来了啊！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刚进村，在哪儿？看样子好像累坏了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不搭理我。什么？啊！那司令员，你现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？你派他去完成什么任务？伏击石原。啊！华道日军司令啊！二雷。你不说二雷回来了吗？啊，人在哪儿？我看他往这边走了。二雷，哎，上哪儿去了？不会在禁闭室吧？
二雷，哎，二雷，二雷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司令员，哎，情况怎么样？石原来了没有？来了。二雷，他们说没来，打掉了。啊！二雷，你真的把石原打掉了吗？二雷，这事必须千真万确。你敢不敢确定？就算你打掉一个鬼子，那鬼子是不是石原？应该是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快快快，把他抬床上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把他衣服打开，看他受伤没有？哦，腿、身上、后背。司令员，嗯，没受伤。哦，没事。哎，司令，你看，他带的干粮一口都没吃。二雷，司令员，100发子弹他全打光了。他这是累到极限了。什么也没吃，行，先让他在这儿躺一会儿，给他找个东西把头垫起来。行，过会儿找几个人把他抬过去。好，那帮给他都解开，解开，解开，让他睡吧。行，你就在这儿护着他。哦，是。这不确定，走了。放心吧，司令员，您那可是3天2夜啊！他一口干粮不吃，一口水不喝，还来回跑那么远的路。你说，他到底怎么坚持下来的？这个打伏击的时候趴着一动不动，他肯定不会饿。可一旦站起来，他就软掉了。二雷能坚持到现在，真不得了。意志坚强。不过，司令员，这二雷究竟打掉石原没有？你看，要是打掉石原了，二雷那小子不太高兴的疯了。可是刚才他那样，他一句话不多说，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还有点像掉魂似的呢？司令员好，司令员好。也许他真的打掉一两个鬼子，可是那不一定是石原啊！我现在就怕他万一认错目标怎么办？嗯，你说的对，这事儿要慎重，千万不能马虎。另外，这个消息暂时不要扩散，你等二雷醒了，你跟他谈一谈，了解一下详细情况。另外，你叫人找老宋来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进趟淮阴城，了解一下鬼子的情况。务必给我查清石原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。好。二雷。这家伙累坏了。二雷，别跑！跑！别跑！狗杀！狗杀！做梦还打呼吸呢。二雷，行。你先睡，睡醒了再吃啊！来，把枪给我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好好睡啊！我去给你擦枪啊！Thank you.
从这时候起，顺柳再也没有一丝笑容了。他终日沉默着，望着天边发呆，眼中闪出狼一般恶狠狠的光芒。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伏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没有料想到性情一向开朗的顺柳，突然之间能把自己隐藏得这么深，包裹得这么紧。我更没有预料到这情况后面意味着什么，将会引发什么，而这一切我原本都应该察觉得到，只因为那天我过于兴奋了，过于高兴了。好，坚持。因为我们很可能消灭了华东日军司令，很可能打掉了石原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抗战以来全军区消灭过的最高敌酋。过，过，过来，过来。怎么有情况？紧急电话，大司令亲自打来的，让你赶紧接。一口水没喝，他硬是把石原给等来了，一枪击毙。不错，二雷同志啊，英勇顽强啊，而且他身上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。他回来之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样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，打掉了。谨慎呐，谦虚呀，不骄不躁，这就是我们的陈二雷同志。啊，给我们六零七啊进攻啊！谢谢大司令。石原死球了，太好了！大司令特别高兴，说这个战果太重要了，不光给二雷记功，还给咱们六分军记功，还要通报全军区上报延安。
夫妻俩就在他们家外面，屋子里的声音我们听得清清楚楚。二林先生真的看到邪魅鬼子做的了，可是他却一动不能动。干嘛把夫妻位置定在那儿？因为那儿地形有利，没有居民，好像只有个小孤院子，所以。二林事先知不知道姐家住在下面？他不可能知道。司令员，我要是早知道那样，我就不把夫妻俩定那儿了。你说二林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，他怎么一声都不吭呢？二雷从他的爹娘到二雷，个个真烈。他姐被强奸了，这种事儿能说得出口吗？二雷不是开小差，他是给他姐报仇去了，肯定是这样。他知道，他把这个情况说出来，我们肯定阻止他，所以他一声不吭。他早都想好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，司令员？找他回来，必须要找他回来。要不然二雷到回云城，他肯定不可能活着回来。司令员，司令员，找到了。二雷的请假条，他不搁在自己屋里，搁我那儿了。标题：请假。报告司令员，我要走了。我不是开小差，我要去杀掉那个带一把指挥刀的鬼子。完成任务后，我一定回来。我生是新四军的兵，死是新四军的鬼。顺溜。哎，司令，别跟着我。发布了停战诏书，并发布敕令，要求所有日本军队，包括在华的日本军队，放下武器，无条件投降。不是真的，鬼子投降了，千真万确。大雷啊！啊！中央军委和新四军总部命令我们，对那些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，停止一切作战行动，接受他们的投降。另外。通知各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啊，防止意外事件发生，听明白了吗？是是，执行吧。鬼子投降了，鬼子投降了。